这啥电影？招魂儿，招魂儿。看一半也太难受了吧，猴哥，那你这不得用广告的吗？很正常啊，习惯就好了，兄弟。来个15分钟的广告，并且俺们直播间还有个小抽奖啊，3分钟。现在是1/4的中奖概率，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先学一个抠。这个故事，搓一下，搓两下。中风，搓一下，搓两下，中风，搓一下，让我搓到了吧，搓两下，中风吧你，哎一刀。一上来，哎，一刀戳一下，平 A。一过来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我操！其实刚才有机会杀，你知道吧？刚才稍微有机会，谢谢城南，感谢温柔可爱单身狗。我有点不太好秀，因为这玩意儿呢，它有定。你给我中风吧你，说一下，还有1分钟了啊！现在是1/6的中奖概率，这凭啥他不算晕呢？啊？中风。亚索不好打，你那确实是不太好打。一口耳裂啊！110044吧，你查一下百度，百度。这去不了啊！这去不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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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去不了。闪点炎，一过来 ，A 接戳接平 A， 一过来再平 A， 再 A 接戳，再 A， 还有20秒开奖啊！最后20秒开奖了，谢谢小姐姐，真可爱。还行，拿了2个人头。哎，这兵怎么一了不给钱啊？哎，补不着。哎，一个都没补着，溜了回家。谢谢左瑞塔又鱼双玉玉改名中大奖，翻译小姐姐真可爱。回首往昔，大家可以来点大气，这样我们福星挑战任务就过了。差这个大气，我的兄弟们怎么老找我这种不在的时候杀人呢？王志柔来，我到了，是不是走到那边去了？安妮又死了，
中风。搓一下，中风，搓，一上来搓 A，A 接中风，不打了，看看 F 六有没有，先插个针眼，下波把这安妮儿杀了。搓一下，有点猥琐了。这棋子是有点猥琐了，这是相当猥琐了。既然他不跟我们打也没关系，你知道吧，无所谓，把他卡在中路，我们可以去赶他赶他，并且可以去刷他野啥的。哎，蓝枪可能会到，射个药来，过一刀点炎 A， 一颗耳电接平 A，拉倒，这边没有眼儿啊，可以打。这边没视野，可以打。给大，搓一下平 A， 一过来搓一下。这不安妮儿来了。安妮儿呢？安妮儿不来也算了。你给我中风！不仅中风，我还吃打皮。搓一下，蓝枪是不是搁左边呢？我带敢过去啊！这杀你几个小鸡儿，怎么的就硬杀呗？这有什么用呢？我就没明白了，你俩还能把我打死了？哎呦我操，这还有个鳄鱼出现了，我是没想到啊。还能有鳄鱼出现，我没想到。来个小盾弓吧，来一刀，可以杀，他没 R。 把这安妮儿杀了，我可吃你塔皮了啊。我操，这没中。
没事，打不着。蓝枪是闪现了吗？他跑得太快了，关键他连头都不回。他没闪，他是灵光披风加那个挑战惩戒。小心点啊，别去。我马上到。拖一刀 A 一下，再 A 两下。再拖一过来平 A， A 接中风， A 接大招拖死。你这没打死蓝枪吗，兄弟？他俩，你说你不打蓝枪，你把不是你不打鳄鱼，你把那蓝枪杀了也行啊，蓝枪你也没杀了。你连个大你都没有，你在装什么呀？是有人儿，我说的嘛，泡点盐。58刀，91刀，他中风。撕一层塔皮，安妮儿秒我们，我感觉还是能秒的。我把盾弓先除了一会儿，走一走，回去了。鳄鱼过来。咱也不知道要干啥，非得要打我一下。安妮儿又死了，好游走啊！哎，有红，蓝枪死了，把红打了。风，那你可打不过我兄弟。我，哎呀，这个惩戒可以啊！哎呀，怎么蓝枪来了呢？把盾弓除了，除完以后来个绿叉，来不来绿叉呢？我在想，绿叉多少暴击？绿叉20，盾弓20，合起来就是80。80出完，再出5进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不要绿叉，不要绿叉，出5进。出五进，羊刀不能出了，没有用了，那羊刀现在削了。
旧主灵印重合了，那绿叉没有旧主灵印，那叫幽灵华尔兹。蓝签怎么老是你呀？这每回都是这蓝签，讨一次讨厌死了人。讨厌死个人，老是你。有红了不起啊？我马上到，给大拖一刀 A， 再 A 拖死 A 一 Q， 几个人还剩俩呗。中风一。一扣耳链一回来，这可救不了。拖一下，再拖平 A， 平 A 接中风，闪现走啊！银血能出吗？可以出啊。无尽出完出银血吧，科目的一嘴。好哥哥，我的好哥哥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呢？一过来 WQ 一走，拖一下，再拖，中风给大招，哎，动都动不了，我靠，真是无法动弹啊！动弹不得呀！你等等人儿吧，哎呦哇，相同的位置，相同的三扣，哎呦，有点意思啊。
有红没有？好，不打了，溜了，来人了。红龙可以打，这条龙可以直接开。我们扣上去，但是不能直接飞啊！中风一手。先把小丑杀了，中风，搓一下 W 再搓，这安妮有 W 挺烦人的。一 Q 耳链平 A， 搓一下，搓 A 再 A， 我操，这虚区这么高的小黄毛。戳空了一个，有一下戳空了。那谁知道他没往前走啊？他直接没走没动啊？正常人跑的话应该能戳得到，他没跑。谁的怎么他没跑？你怎么不跑呢，小伙子？来个饮血剑吧。饮血剑不够飘逸，如果想飘逸一点，我们可以来一个幻影之舞，出个绿叉子。谁死了？剑魔死了。剑魔死了，算了吧。女枪没多少血，不行，让他吸点血的。几个人？他们家没有开团的人，没关系。先杀个蓝枪来。说一下，一 Q 耳链平 A 一过来，中风 A 一刀亮牌，没有牌，怎么没牌呢？哎呦我操，不够顺畅。婉豪好帅呀，婉豪都死了还帅呢，那小丑怎么死的？我想知道这人哪去了，小丑呢？拿下吧，别在那夸了。